鸡巴玩意啊！这咋的了？这是？啥场？不是那咋什么崩起来了？是啥场啊？调换路呢？炮上啊！我操！妈和他房子熏一片，没法。哎呀，妈什么都崩起风来了。你炮还放上去吗？这咱鸡巴放的吗？这回过炮瘾了。这点玻璃全吹了。那鼻还响着呢。不是，还看看响着呢。操你妈！吓我一跳，我寻思什么鸡巴？一听就不是礼炮。这哪礼炮？谁家礼炮这样放的？这家谁家礼炮这样放的？这个纸真狠！你去！这不是打电话直接就干过来了，这里曝光了啊！这么说，啥鸡巴玩意？操你妈！哎呀妈，这啥呀？
孩子操！你俩有那个眼啊？你我到崩溃我家，我家不该容易醉了吧？刚才我一个电路上搁的醉了。在路上呢？废话。下班儿逼。必须录吗？哪位家？你家的吧？我家有住过来了，我得。真的。刚刚真名，开始的东西，刚开始没告诉你拿着，你直接照上，不一定有几个人录像的。你要是改那个楼，你全踩了，那拿你的身份证了。操，人是俩。我录完了，刚你录完了，告诉那谁录完，你挺快的，写了一圈不，你应该录上了。录上了，都录了。要我说，我买那个，我买操妈电话坏了，我买那摄像机是吗？带录像的。没病，咋干活呢？操你妈！刚好有毒。当然有毒。操什么了？病了。还吃呢，还能吃呢。崩了，不爽。你还小呢。呀，我这谁家说话不能那么响呢？你给我拿来啊！